只要你想怎么干，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能够干成。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怎么治好这个科学的利器，使得它回馈国家，回馈公众。我就喜欢这个地方的土地的味道，就是从来没有开垦过的一种清香味。国家现在其实做一个很好事，对我来讲，这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